到两位了，要来参加默契大考验。哎呀，我跟他真的是非常默契，非常好，真的真的。哎，等一下啦，那你们两个没有要同组，怎么默契？对呀，先把队分出来。哎呀，聪明配笨蛋，傻瓜配天才呀，所以咱们就这么分吧。元昊搭配刘一星及道远，统统与何豪杰及艾辰共组队，想获胜大家得加把劲喽。第一回合傣语下下丢，限时3分钟，提示者用台语说出提示，且不能说出题目中的任何字，而答题者只能用国语答题，答题最多者即获胜哦。台语下下叫元昊队计时3分钟开始。好，来，我接的东西，你们用钱，你跟他一讲，你起哦，什么东西啊？对，会使造出来，提款机，对，来，对，我想说哪种用着，袂当，伊袂当用迄玩具诶，袂当用小小铅笔，无，啊，伊是迄个机器，什么机器？小铅笔机，对，好，来，答对，有，快，我接喵，一五接喵，打呀，打呀，五，喵是喵咪吗？喵，喵。有一个猫咪，嘿，安啦，哆啦 A 梦，对，答对。真的，咱有咱四机啊，镜头啊，无，镜头啊，弄个。你镜头干了四机呢？不不不不，不是。讲到你了，好，来下一题，下一题，来，请换下下来。下一题。讲到时阵，人就爱玩鸡，玩鸡你哦，就这。放大。有一个动作是叫你行，你行。好可爱啊，走为上策，但是你不太懂。差不多，差不多，他的之前是什么？36计。啊，对。正解，那个黑我最多的去啊，最多的我不能讲哦。耶，小最多的去，赶快做小，一再动作过哎。小最多，哎呦，保温瓶。有。这不错，这不错。你卡卡座的他车的时阵，头前的人在偶的爸爸下里。偶的爸。偶爱爸，偶伴哦 ，OK， 偶伴呵。那里的物件，粉笔，对，哎，不错哦，答对，很好，来，就是这样。成语哦，有点逻辑哦。哎，啊那我怎个，咱咧走大队接力，我咧跑步啊，咧走起来喔，我冲第一名叫什么？好，等一下，好，下去换题。好，来来来，字都不能讲到哈，要千万注意。他车是准，你他里他里下面。很多什么？画你，广东话吧。笔记本，来，答对。干我，10秒，9秒，7，半什么？6秒，快停工。5秒，4，又接工啊！2秒，快点工。1秒，时间到。所以我刚土地公对嘛？土地公是对的，好，刚刚好对。然后呢，一心站上来，对，好不好？这样怎么算？这样怎么算呢？啊，看我跟你的交情了。You are my friend。20秒。20秒 ，OK。20秒，计时开始。姐姐是共姐，咋么加就睡就睡的啊？3秒，就睡就睡耶。4秒。我讲的你是共动物，6秒。动物的七秒。加地上就睡睡到10秒钟了。整个动物都露。知道两个动物都落落去，知道两个动物都十三，然后加就睡，15，啊，第二个十六，对，第二个什么？18，对，第二个几加最后几？时间到。他在讲哪国语？我听不清楚。好，新来的，新来的，来的，最来来的，哎，你这样子讲很有可能是韩国人哦。新来的，我们加油。小点嘛，小小啊！啊，这个鞋我听不得，喂，我听不。这题的答案是沉鱼落雁。元昊队在这一回合里面得到的是8分。还有8分呢。中手交换。好，来，彤彤队台语小小叫计时3分钟，开始。两个字，两个字，两个字。好笑哎，我们点冰箱顶管就多，啊，两个坑做伙就 keep 做伙。点冰箱来的。冰箱顶管就多。一坑爹都会 ，keep 做会 ，keep 做会，哎，两做会，吸铁 man 哎，另外是叫公款，另外是叫公款，磁铁，耶耶耶耶，磁铁，咱爹爹不
长啦，啊，我靠，拢爱，哎，爱大姐物件，礼物纸，不是，大力啦。啊，第一个字吼，迄个吼，咱爱食迄个馒头吼，啊，另外一种，迄叫啥？包装纸，哎，对啦，很好的逻辑。哎，快快点说，人都为你。哎，布吉箱，啤酒，哎，布吉箱，苦也是对，布吉箱，哎，布吉箱，苦也是对，香槟。答对，好，快点。咱老弟切定个啊，切西瓜，个屁切，好，等到关键字不行了。谢谢你，陈宇。第二个字是你的情什么？你的下骹的骹，骹的情。哎，国语，写。你是讲国语的？他快心脏病了，你看那。第四个字是喂。第四个字什么？第四个字。第四个字。喂，等等的意思是什么？哎呦，你说什么？喂。正。哎，对。假。什么假？什么正？改邪归正。哎呀。米狗人哦，发明的一种哦，穿的这啊哪是的啊，愈破愈多吼，愈死惊。牛仔裤，嘿，快点。三一，你偷看别人的时阵用什么？偷看别人，嘿，无用光明正大。你一个房间，哎，当看望远镜。偷看别人都要望远镜。四个字啦吼，第四个字吼是塞狮子。哎，小弟叫啥？小弟。丢，那这里就小狮子。嘿，丢。啊，第一个字吼，有三人成虎。哎丢。哎呦。有贵气啊。我接人谢字，谢字接人会徛伫路中央。然后叫你安怎行，安怎行。十，一直闭，一直闭。站在路中间，一个人，一个人，一人走路，一路向北。接着。关键的最后一秒钟，彤彤的台语提示能否让爱成猜到正确答案？在路中央，然后叫你安怎行，安怎行。十，一直闭，一直闭。站在路中间，一个人，一个人，一人走路，一路向北。时间到，不能讲了，请坐着。半夜走路，你记录一下。彤彤，我给你十秒钟，好，十秒钟计时开始。一九一，一九一九一，八张得加几位？几位下面？几位下面？下面三零零二一。他说的很清楚。怎么啦？所以放弃了。他放弃了。好，这题艾辰他们答错了。正面的解答是交通警察。哎呦，就一点闭嘴。那个交通警察站在一个人站在那边是真的很危险。在这边呢，统统队他们得到的是七分。刚才元浩队是八题，对不对？你是七题嘛，一个半斤，你就是八两。你可不可以给我一题机会？我叫我们这个最厉害的上去讲给他听，他猜一题啊。如果你猜对，我就要一心亲你一下。给你们六十秒，好，好不好？好，一分钟不可能猜对的，好不好？计时开始。两个字，你的厝内啊，你咪看到外口窗户，你很想亲他哈？是我亲他，裁判快点判决。马上进入第二回合。第二回合人地是比手画脚，限时六分钟。随着音乐节奏，用肢体动作演出什么人在什么地方做什么事。限时之中答题最多者即可获胜了，大家加油喽！计时六分钟，开始。来，很好。哎呦，很好。剑兔。刚才的这个动作，把这个人物的特征。电影院。电影院做什么事情？很好。电影院拉面。哎呦，请坐。建筑在电影院拉面。答错。哎呀，好，第一跟四是对的，人是错的。比出你的风格。加油。米老鼠。米老鼠在电影院。在什么地方？拉面。做什么事情？这是做什么事情呢？哦，加油！米
老鼠在电影院拉面条，答对。对了，有。很好。哎呦。孙悟空。什么人？什么人？不是顺风耳，就是千里眼。哎呦。哦。在什么地方？部队。什么地方？操场。什么地方？军营。做什么事情？很好，哇，好恶心的动作，很有想象力，很有画面，千里眼，然后在什么地方？军营，哎呦，军营里面做旋转木马，哎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怎么知道？蜡笔小新，摸摸，什么地方？在什么地方？操场，哎呦，哇，是哟是哟，来来来。元昊很有想象力，跳绳，做什么事情？对，请住他。蜡笔小新在操场跳绳，答对。长颈鹿，长颈鹿，这样子比你就知道。你这样看得出来，他都没脖子。对啊，在健康步道。没有，林道也很厉害耶。林道也很厉害哦，今天表现得非常好。这是什么动作？做什么事情？拉筋。哎呦，请作答。长颈鹿在健康步道拉筋。答对。好猛啊！快！哦，这题要我来。什么人啊？什么人？三个字的哈。在监狱。很好，这是什么地方？很好。这是什么动作？Oh my love， 那叫什么？什么？塑图吗？不是，它有一个专有名词，在做什么？我已经把第一个字告诉你。手拉胚。Three， 请告诉我完整的答案。这个人大鼻子是成龙吗？不是吧？请作答。请作答。什么人？成龙。在哪里？什么地方？成龙在。什么地方？快点！他刚比什么地方？回想，赶快回想。在监狱。手拉胚。答。做了。啊，刘德华。刚才 D 是对的哈，做什么事情也是对的。好，看一下我们林道远的表情，不要那么猥亵，真的。请作答。刘德华监狱手拉胚，是的。哎呀，交通警察，很好。交通警察，我觉得他比得很好哦。哎呦，有个盖子哦，什么地方哦？擦玻璃。交通警察在。请作答。交通警察在有小丑。交通警察在温泉所擦玻璃。什么地方？坐。第一个人是对的哈。这是什么地方？什么地方？我觉得比的还好，有点模糊的焦点。对，请作答。交通警察在一个很像井的地方，那个井掉下去，我觉得我来猜下水道好了。然后呢？然后手拉杯。手拉杯。再提的。交通警察在下水道擦玻璃。答对。好厉害哦！啊，这个要我。哦，什么人？什么人？哦，这是什么地方？很好，第二个比的很小白兔啦。来戳什么？好，在月球上戳汤圆啊。请什么人？这个是什么人？忍者龟。什么人？忍者。忍者。忍者龟。忍者龟。忍者龟在什么地方？月球上。干嘛？戳汤圆。答对。喝了吧！喂，谁呀？什么人？哦，这是哪里？健身房。这个我会比呀。健身房。做什么事情？朗塞。舞龙舞狮。是的，是的，很好哈，请坐的，还没，别急，请坐。这个人呢，他的一定很大，然后他扛头。哈雷。骑着哈雷，骑着哈雷，什么人骑着哈雷？什么人？答案请作答。快点啦！叶子妹，叶子妹，
叶子妹在。对了，不是那个年代的啦。在健身房。健身房。刚是做什么事啊？叶子妹在健身房。手拉杯，手拉杯。不是手拉杯，上个你的前面有猜过。朗塞玻璃。你后来讲了一个四个的。那个舞龙舞狮。好，恭喜你，第一个错了。其实知道，但是不熟悉。对他的歌很熟悉，我们没有把他歌的动作补出来，好不好？第一跟四是刚刚对的，再给您机会，请作答。徐怀钰吗？哦，很好，徐怀钰在健身房舞龙舞狮，这是你最后的答案。不是，不能是什么？请作答。姚元浩，请作答。我在呀。五秒。哎呀哎呀哎呀，爱的宝宝。谁吧？他是谁啊？喂。然后完整的健身房干嘛？别忘了，舞龙舞狮。恭喜你答对。元浩很厉害，他很会猜。其实他们也真的很会猜，好冷静哦。其实他们比的真的不怎么样。但我们也发现一件事情，一个人就是这样子，有长处也有短处。他反应很好，很会猜，但他记忆力不好。前面猜了，后面都忘记，还会猜到上一题去，对不对？元浩对。在这一回合里面得到的是八分，很不错，很不错，好不好？统统队要注意啦，马上攻守交换，计时六分钟开始。哦，蔡康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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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呦，贵体，你的很好，什么地方？什么地方？小巨蛋，对对对对对，演唱会，哎，对啊，打排球。人妖打排球，蔡康永在小巨蛋打排球。小巨蛋，你确定？错。来，蔡康永，蔡康永，很好笑，很好内容的呀。好，什么地方？圆圆的，有东西在烧，会越来越高。摩天轮。对对对对对对。圆圆的打排球。哦。蔡康永。对，哎呦，很好。什么？好好。什么？哎呀，老弟，何豪杰使尽吃奶力气的比划。什么？好好。什么地方？这是什么地方？桌球场。这是什么地方？这是什么？网球场，网球场。桌球场。骑单轮车。骑单轮车。单轮车比的真好哎。因为我会骑啊。请作答。不能陕西，陕西，陕西，不能再比了。在桌球啊，网球场，网球场。在网球场。骑单轮车。好。陕西，陕西人是陕西。对，答错。还没冷气，还没冷气，还没冷气，还没冷气哦。还没冷气，网球场。第一根四是对的哦，刚才。网球场，好吧。第一根四是对。网球场骑单轮车。对，这都是对的。网球场骑单轮车。第一个是什么人？什么人？有两根牙齿，两根牙，哎，吸血鬼。吸血鬼，在网球场骑单轮车。答对。金字塔？什么事情？什么事情？金字塔跳芭蕾舞，金字塔跳芭蕾舞，好听啊！好有感觉。金字塔，金字塔跳芭蕾舞，谁呀？好难，好难，太空。木乃伊在金字塔跳芭蕾舞。他对。米其林。哦，艾辰刚才比的还好，这个地方。米其林在云霄飞车，海盗船，海盗船，很好很好。米其林在海盗船，
情在做的。丸子三兄弟在海盗船做 CPR。打错。猫咪，招财猫，招财猫，哆啦 A 梦，小叮当。地跟四是对的哈。海盗船，海盗船，海盗船。地跟四是对的。海盗船。哎呦，豪杰哥比的真好哈。做 CPR。这个才算一种奇怪的感觉。谁呀？什么地方？谁呀？你刚才有说到，刚才有答对过。加菲猫。讲他的名字。加菲猫。四个字的。哆啦 A 梦。在什么地方？哆啦 A 梦在海盗船做 CPR。答对。哎呦。这个男的。很好，很好。哎。很好。潘若迪。潘若迪。劳务公司，劳务公司，劳务公司是对的哈。这个会。死掉，这个就误导，误导。开罐手，最会误导。开公车。等一下，你先告诉我，刚才这个动作平常你也会用到，但是有大有小。大卡车。这个谁？我知道是谁，好熟哦。他很爱打桌球，他很爱打桌球。很爱打桌球。叶启田。叶启田，叶启田，在百货公司，百货公司开大卡车。啊对。哎呦。这也难。食蚁兽。对的。食蚁兽在网咖。什么地方？什么地方？图书馆。在交友网站。有很好。食蚁兽。两边的。玩跷跷板。记住了。什么人？食蚁兽。食蚁兽。食蚁兽。在哪里啊？图书馆。网咖。网咖。网咖。玩跷跷板。是一只网咖，玩跷跷板答错。都没对的。大象。不行。网咖。跷跷板，跷跷板，跷跷板。刚才跷跷板是对的，人跟地。哦，有这个长长的什么人什么地方？他刚比的，他比了一个动作，特征在他的脸上，只有一个，只有一个特征在脸上。四三啊，这样啊，宝玉类的，宝玉类的人，有人把他拿来当杯子，做成药。我们给你给他一次机会，你去比，让他猜。好，我来比，我来比。来，老师们给我音乐，来。玩跷跷板，答对了。好难哦，我们的比较难哎。真的吗？我觉得你有的时候会很急就卡住了。我觉得他们犀牛比的很对，其实有一点有些破顶的。开玩笑，我告诉你，我不去当犀牛太可惜了。好了，统统队呢，在这一回合得到的是六分。加起来的总成绩，统统队得到的是十胜负，元昊队得到的是十六分，掌声鼓励鼓励。然后请到前面来，今天我们的默契大考验呢，经过两回合的这个比赛呢，由我们的元昊队获胜。大家要记得呢，关注过晚上7:30，一定要锁定我们的